关我什么？你这小妹真正是哦，本来是哥哥家己要甲伊讲的，给伊一个 surprise， 啊，你这朱先生，景玉，那五万钱呢？终生等着这个宝宝啊，啊，可能这阵仔出来哦，想过这代志啊，啊，家己身体有什么状况，拢唔知影。无紧啦，这真正常啊，啊，不过你敢有感觉？ 这宝宝来的时机拄拄好，啊，可真正是有心诶！我若犯这款诶性误啊，一定是罗家峰误会我遐暗，我啉酒醉未赴做封闭，袂用诶啊！我要哪样生罗家峰诶囡仔，真麻烦啊！金玉，你想啥？你毋是足期待做一个妈妈诶？ 啊，毋过你表情看起来敢若有心事，敢无欢喜安尼？我当然嘛欢喜啊！我只是想讲，咱为着要拼这个囡仔，啥物步数拢试过安尼，嘛失望几啊届啊！啊是你是顾虑啥？啊？我只是感觉这个囡仔来时机，敢若无啥适合。有心是要等啥物时机啊？ 刚刚啊，等到你甲过拢无离情啊，才来怨叹你无卡在西京来哦。安姐，你互恁嫂啊讲完啊对毋？先听看卖杨奶讲，你咧想啥？我咧想志汉啊。志汉到即摆一直也阁毋肯转来，嘛毋知是毋是原谅你啊。 啊！卡叔公若互伊知影，我即摆要倒来底有一个囡仔，伊毋着搁较有借口，无爱倒来啊！大嫂，你根本毋免烦恼这，这个囡仔会选择这个时阵来，迄是天意，是送子观音听着你甲哥的心愿，才会送你这份大礼。所以你应该好好保重家己，好好保护这个囡仔，毋是应该想遐尔济？离婚即摆就是你唯一的心愿，我哪有可能互你称心如意？ 你给你上我的心，上我这么贴地，佮无你客气的呢。我食你一嘴，唔都爱嫌你一刀。唔免甲话讲到安尼啦，鸵鸟就是鸵鸟，若是无人对沙堆内底，甲你头拗出来，你是无可能面对现实的。凊彩你安怎讲啦？原来你即马都爱甲我蹲伫去面对现实。 你毋是真爱演，我即马才你倒转去，比你遐尼敖，会当吊顶的演技，伊连咱继续甲好太太、好媳妇的角色演了真好，嘛无人会去发现到咱两个人已经同床异梦啊！卡斯讲你真正想要为了这解脱，你敢知影？巴肚内的囡仔才是你唯一的机会啊！这是什么笑死人的机会啊！ 我若真正替你生囝，迄就是一世人拢找袂离的，好无？<笑>简单来讲啊，包头来这个囡仔当然是我的问题，我无可能无这个囡仔。卡斯讲你若当当去老家做好你太太的角色，等囡仔生下来了，我会当考虑，互你离开。 是安怎？我就爱替神囡啊！你嘛别给伊选择啊！你嘛无任何权利会当发言。犯错的人是你，刷到来日子，你就亲像坐家共款。我就是替你拍回所谓典狱长。你若态度无好，得失着我，对你是点么好处拢无。亲像这种态度，干会当本来有可能咱得着驾驶的机会毁掉，要死嘛死袂成。 干来当孤单一个人面对无期限的刑期啊！你莫看我无，我唔惊死啊！你死未活，拢免甲我报备啊！囡仔生下来，正经你都好好活咧。这段时间，你巴肚内囡仔若受到伤害，我给你挂保证。你一定看到我掠过，你嘛会看到。 将来拢毋免看过罗家峰的另外一面，我绝对甲你赔。
一阵仔一直让你听到爹地跟妈咪的冤家。你一定感觉真惊吓，一点啊，爹地来跟你 say sorry。爹地也算讲哦，你是爹地跟妈咪爱情结晶。那是爱情的结晶，也是阮两个人共同期待的天使宝宝。真可惜啊，妈咪不是真心爱爹地的，啊，不过你别烦恼，你慢慢行，就算讲只有爹地一个人，爹地也是同款，非常期待你来做爹地的囡仔，爹地一定会保护你，连同妈咪一份的爱相陪，相陪爱，所以啊。你还是要乖乖的来做我们两个人的天使宝宝。OK?你是我肚底的一块肉，若是会用的，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做你的妈妈，可以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也弥补我自小到大的遗憾。也不过你来的时机真的不对，所以我就只好对不起你了。宝宝，是的啦，妈妈的人生真的没退路。可是說真的成就你所說的絕情，那你想都不敢你那天啊，你別誤會喔，我不是沒有意見的，我是沒有時間處理。靜妮，都是你不這樣做，不管你是沒記得沒時間還是改變主意，我真都是你不敢你那天啊，我把事情处理好了，我去找你敢会用？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跟我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免急忙回答我，我等你。我只是想要你知影，我罗家峰比任何人更加想要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为了为你站在面头前遮风飘雨。
下你顶头，我给你保证，我绝对不顾任何人伤害你。静怡，你顶起来，你看到吗？你别搞惊，静怡。警察，你敢好都爬出去？应该无伤骨头，爬嘛伤呀。你用你的身体来保护我，你就讲的呢？你赶紧来，我给你想办法离开这，带你去病院。小弟。过去我讲出这白话，我伤害你的心。但过我即马要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是真心的。陆家峰，我爱你，我是真心的。好，你别讲。你先别讲话，你先别讲话好无？我知影，我拢知。也唔过，已经想慢了。在我发现我家己的感情了，我已经伤害你伤深伤济啊！你妈已经在闹离婚了。家峰，是嘞。我无法度完成约束啊！我无法度带咱的宝宝，搁家己过，以后后半世人。我也想无法甲恁救出去，我无可能让恁离开我身躯边。多谢。多谢你给我一个。家里没有爱情，该有后悔吧。姐，有人叫我，进来，紧叫我姐姐啊！你讲啥？你哪无啊？真遗憾，请你保重。吴静怡小姐的伤势弄伫个脑部，因为血块堆积，即嘛伊个脑压真悬，无法度开刀，状况嘛真危险。等者，我会请护理师摕病危通知书给你签。病危通知书，喂，静怡袂当有代志啊！我因啊，我真的无路用，我这阿婿，我无得保家己的囡仔跟静怡，爹地对不起你啊！姐，我为了替静出面来做一个例子。连我的性命，我拢会当牺牲啊！我不准你有任何事较惨。咱不是讲好，未来日子要互相扶持照顾。你袂当安尼讲话无算话，帮我一个人。
啊，阿勇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状况啊？已经讲，静瑜今麦受伤最严重的，而且伊若无，静瑜啊，我紧张。静瑜为着要保护我。 伊看到脚掌要弄过来时阵，伊用伊的身体把我挡下，所以才受伤伤到那么严重。妈，你讲啥？你讲怎样用伊的命来保全你的性命？恁大拢抓准讲伊无情，伊就转了，伊现在大拢唔对啊。 静瑜对我够感情的啊！伊才会跳工做歹人，互咱冤屈伊，互咱误会伊，伊安尼照你，袂当我逃离开啊！别来啊，没啦，我无代志。妈，静瑜绝对袂当我代志，伊若有代志，我一世人无可能原谅我家己。容易你啦。 你开始小心啊，皮带看起来足健康诶，只要定期回诊检查，就会使。医生，多谢你。宝宝，你总算回来啊！你放心。 这边爸爸妈妈一定好好保护你，和你平安回到这个世界。啊，家风那是怎样？一定要创欢喜的，先卡车电话来给他，他才知影，一定会更加惊喜。